不好意思，想修改尾盘好不好？中卷也不行，因为中卷有人说是透抽，也有人说是那个鱿鱼，所以我就直接说透抽。我这样好，来比较少的。来，快讲哈，你要想看那块钱好来。快讲，我回去再去修改，好不好？好，去修啊！快讲吼，等伊啊吼，吹好食。哎，咱用吹尔咧，啊无用炒嘛，好食好啦。快讲，这叫啥？啥物啊？哦，啊，你即摆见好啦，等我一下，只啊十秒钟好无？快讲，我这少少条，这叫啥鱼啊？龟壳鱼啊？哦，你话要食要送个啦，我就少条就好啦。好，炒有咩啊？配米卤袂歹啦，好不好？哦，炒有啥物啊？配米卤袂歹，正常来讲一斤偌济，两百几块、三百块一只袂偌济，介无超过百几块啦。我讲少少条就好啦，看啥物食好无？好，两只起来呢啦吼，我少少用就对啦。哦，这三只、这四只少少条就好啦，四只起码拢袂偌济，袂五百，袂四百，开三百一片就好，三百块。我讲来吼，五只三百，我就一下来。你来回家吃啊无？我一个春兰山有人要送来无？五只三百，来，怎搁加两只？吃个地了好无？看你要算无来，你先吃少一个三百块，来八只二三百就变倒来。好，八至三百块先吃这，八只三百，无吼，我八只三百就变倒，敢吃这无？无用，来出来我讲，哎，等我真诶啦吼。看你要吃无？吃啊，我讲来吃尔。哦，我讲总共吃尔，我少少条倒来。哦，来我只只去送你，三百块就对啊，会卡吃啊。反正我无啊啦，还要吃啦，我讲只只去吃二三百就变倒，三百块。恁外口都无得买只俗个，我讲，看恁爱蹭，无要食准了送。我不爱老啦，老这无意思啦，三百块倒来三百块，我恁食较济咧。我少少条倒来，煮三百倒来三百块，看啥物食？火卡来一点啊！哦，要食火卡就食三百块倒来三百块来，要食啦。哦，这炒啥物啊？配米煮好食三百，佫再无啊？来，我讲。来，好啦。我讲来，好啦。来，我再讲一下，好来啦。好啦，你大师哥食西啦，西啊无西啊，好，这叫食肉羹，好肉羹啦吼，要食肉羹几啊来头，看啥物食好无？肉羹啊，我讲来啦吼，顺手工的，好顺手工的啦吼，卖个一包卖偌济，卖三百，好滴卖肉羹就对啊啦，卖三百开两百。好不好？反正叫你卖手，你同意袂来啦。反正还讲，反正只用只只见到啦。两包卖四百，肉羹啊，两包卖四百，开三百一片来三百块。我问者三百，这三百有无？三百。冇呀，三百，二啊五一片来好无来？两百块来，倒两百块。我问一下，百几两百，啥物一些？阿姊啊来，一片倒啊，要食百几来，就一两百一片倒来两百块。我问一下吼，百几啥物食？就一两百一片倒来百几，两百块百几才食姊啊，两百来倒来。过来食百几的无？在煮白菜咯，才好食。因为现在已经超过时间了，不能有花边糖。我们今天看到就一两百块都来，两百块才才两百块，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内啦，应该都还有。好，两百块，再加两百块，两百块，送过来。再加百几吧，快点来啦哈，赶快就加两百块都来百几。好，我讲这真正煮白菜拢是好食的，讲真的啦。我就吃两百百几，啥物吃两百块都来百几，两百块才吃两百。百几呀？为什么？有人要爱无？怎么了？要小卡停就好啊！哟，会使哩啊，等下好不好？我招一个两百一片倒来。也不吃过。咩？来，哎，大姐啊，咩？来，阿文姐，好啦，无紧啦，无紧啦，好啦，这里。来，无紧，等我一下，好啦。小卡停的，好啦，大姐吃袂了的，小卡停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一个冰箱可袂落的，一百多一百块啦，还一百块。一百块就对啊，一百块来好啦。哦，要食来一份倒来一百块。我问一下，有小家庭的无？可以食家庭一百块，食一百块。有人要爱无？小家庭的，一百块只好食一百好无？无吼，食只来一百来好啦。我也是减重专家。要食就是一百块，百斤才要食一百块。我问一下吼，百斤才要食就一百，才要食啊？百斤啊？无啊，百几一百万要挨下头过来，全部过来卖一百万来。来，我只讲重点，来，我只讲一下吼，我拄仔开一片仔看卖好无？有人要食这无？刘玉辉，阿叔我开一片仔看卖好无？无紧啦，来，要食我讲来啦，卖我一包卖偌济三百，那一斤卖百二啦吼，我卖只卖三百开两百来，卖一百块来倒来，再食刘玉辉就一百块一片倒，刘玉辉一百块，我就一百块，想要吃好无？你要三无？我就一百块，你要啥物食？一百块就一百块。那欧沙卡是什么？哦，你要一百。来，快讲哦，麦记讲啊，一百块来倒来，来一百块啦，一百块啊，来要食来一百来倒来，你几块？哦，我就一百块，你要啥物食？一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一百来，你要吃来。
要吃来好啦，我就点一百块鱿鱼，什么三七八的鱿鱼来。我问一下吼，要吃鱿鱼，我包就点好一百的鱿鱼来。好，一百块鱿鱼，什么三七八的鱿鱼？我就点一百鱿鱼啊，下一来。我就点一百块鱿鱼，什么吃这？来，一百块鱿鱼，我什么吃一百的啊？无吼，鱿鱼我一百块，什么吃这？无啊，大啦，一百来多啦，要吃来，我讲来啦吼，一百块鱿鱼，啥物吃一百块？我问者，一百块鱿鱼，啥物吃一百块？不如请我去当你的教练好了。鱿鱼啊，来吃这吧，不然吃这吧，我就吃一百。无吼，鱼我吃一百块，无要吃吼，无吃上手脚袂棒，转头卖拖病好无来袂棒啊？来咯，我讲来啦来，迄个我讲者吼，下者啦，我讲来啦好啦，迄个我问一个人吼，来。我只有一种鱼叫鱼鳞啊，鳞鳞啊，你咪听过？请我当你的教练，好像类似跟着我吃鱼，保证绝对。啊，等嘞，我要来恁讲重点哦。鳞啊鱼这种鱼啊，好不好？完全拢无刺，完全拢无有刺啊。想吃的都能吃，你听我意思无？伊单只拢一根骨头尔，啊，你等起听我讲，啊，单单是啥物？苏阳大针白啊，你咪去学过啊？你去学过这根刀鱼啊？咱讲真的来，我讲来啦吼，你苏阳大针好食，恁听我讲意思哦。真的红烧，无你自己做糖醋来晒你啦吼。上单单的煮清汤就好啊，尤其是煮清汤。咱讲真嘞，我一直甲你强调讲煮清汤啊吼。为什么煮清汤？伊食了够胃病，够肠啊受。好来，无人要再笑我真好恭喜哦。咱讲真的啦，要食我做几下，倒啊，看下食点啊鱼好无？泡鲶鱼啊，我讲来啦，正常来讲一斤偌济，市价一斤我讲都较俗哦。好，上少一斤240。哦，这地开定偌济？90、80、100块。我讲这三地，这四地好少钱了，对啦。500、400开300一片都好啦。咱吃两摆鱼，好少钱300块一片。哦，鲶鱼300块少钱来都好啦。我讲五地300一片都好啦。咱吃两摆鱼，好少钱300块一片都好。两摆鱼我少钱300一片都好啦。五地300块要吃，好少钱用都好啦。六地、七地300一片都好啦。再吃两摆鱼，好少钱300块一片都好啦。我来吃两摆鱼无？我少钱300块一片都好啦。两摆鱼，有人要吃无？不然要来不？300。其实你只要吃饱习惯，你的胃就习惯。好，大姐我知道，你们这边有没有吃？既然要吃过两百鱼不？唔买了，来我讲安尼啦。嘿，这地300，只要我这三地搁送你。哦，如果吃打针啦吼，爱做人啦，哦，你要感觉吃了好吃，才继续吃。你要感觉吃歹吃，后尾买七地地都系外头啊。你就爱煮人来三百来，就三百好啦，我讲啊。我也会吃饱啊。可是我可能吃不多，我就饱。来，我问一遍来啦，两百鱼，哦，咱讲只了一个美女二30块尔，我无袂足贵。尤其咱跟你讲啦吼，我一直甲恁强调，你知无？两百鱼只鱼啊，你该无食，够胃病，够肠啊受。咱讲真诶来啦吼，要食两百鱼，我就一个讲300一片倒来300块，安尼啦好无？我就一个300一片倒来300，我讲赶快起来，哦，啊完全主要是无饲啦，300块啦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。300，七地安尼300块就对啦，啊七地300块，我另外去送3地给恁啦，300块就对啦，300就好啦。哦，我讲来啦吼，1、4、6来啦吼，啊七地300一片就好啦，我另外去送3地给恁300块，来这无就是300一片就好啦，300块，我问一下300一片就好，来大姐来，好啦，要吃两摆药就是来，哦1、3、4、5。6、7来300块一片就好啦，我讲7地300，我同款安尼啊，到种10地去300块一片就好啦，300块。我问一下吼，两摆300先食两摆鱼，就是300块一片就好啦，两摆鱼300块。两摆鱼我就是300一片就好啦，两摆鱼。有人要吃无？无吼，两摆鱼300块无咩来收回来，别麻烦来。来咧，我只讲一下吼，来歹势吼，来啦来啦，来咧，我讲一下吼，来啦，你来吼来啦，来咧。比如我问一下吼。恁在座遮侪人有人中昼要煮米苏汤的无？米苏汤啊，只要要煮米苏汤了，来，我要问你，我请你好啊，可以啦吼，好来晒你啦，好来，哦，这边两个葱头人袂好啊，葱头豆腐啦，好来，好啦，我你讲来袂烦来，你好啦，我你讲来这啦，这哦，这看什么食好食啊，好不好？我你讲这叫啥香鱼，有人要喊的无？香鱼啊，喊好食，真好食，钱好食对啦，香鱼食喊的真的对啦吼。哦，海个真嘞好食啦！不要香鱼一箱两百，讲上久来好无？那个一尾了偌济？那个真嘞啦！正常来讲，香鱼一尾60-70块，70-80块绝对走袂去。那个真嘞啦，我少少条就好啦，5尾、6尾、6尾少少条好无？卖500。哦，香鱼啊，好你知啦吼。哦，香鱼啦，6尾卖500，卖400，我少一个300一片好无？香鱼啊，6次300块。
若要食啦，我就食啊用落来。哦，一、四、六，我就食三百，我一边落三百，有影说无？咱讲真的啦吼，俗话你无要紧，吼俗话你无要紧啦吼，反正啊吼，伊啊介济就对啊，来三百，伊啊我一边来开两百吼，咱若说无，我就食两百一边落来。我问一下吼，香鱼，你有吃两百块，想食香鱼的，十块两百。老妹两百一个来，无要。老妹两百一个来，我讲来要吃来，七妹两百就一个来香鱼，七妹两百，两百块头，两百块头。来八妹两百就掉。香鱼啊，有人要蒸的无？八妹两百。好，今晚我累了。早上是比较有活力，现在有点累。靠腰啊，我还没上网。八尾两包就一个来，香鱼。八尾两包香鱼，我就一个来。啊，是要要吃香鱼无啦？靠腰，那不然要杀我？啊，八尾两包，八尾两包，啊，可以来讲安尼啦。哦，八尾两包就一个来香鱼啊，无要一个多啦。啊，我九尾十尾都招你，啊，吃较济啦，一尾两包多啊，两百块啦。香鱼也两百来啦，哦，要吃无？香鱼也赶快落去来啦，九尾十尾就一个吃来两百，都两百块啦。香鱼什么行的？两百块香鱼啦，来一只香鱼，我就一两百一片，都来香鱼，两百。香鱼我就一两百一片，都，不然要吃无？嘛都没有人要理我，啊。